直播到9月25日是今天距 NBA 常规赛揭幕战还有22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2K19 中的尼克斯队最佳15人阵容。首发控卫沃尔特弗雷德 1967-1977 赛季能力之95效力时数据 19.3 分 6, 一篮板 6.3 助攻。命中率 49.2%。 从1967年加盟尼克斯，弗雷泽一直坚守到1977年，期间他随队两次夺冠，在那场是失败的1970年总决赛第七场，尽管风头被带伤出战的里德抢走，但拿下比赛的却是砍下36分的弗雷泽。厄尔门罗入队后，一度有人怀疑二者能否共存，但时至今日，劳斯莱斯后场仍是罕有的贡献。那两位名人堂成员和50大巨星的后场组合分为里切尔盖伦 1956-1964 赛季能力值91效力时数据 20.1 分 6.4 篮板 5.3 助攻，命中率 41.2%。 名人堂成员里切尔盖伦作为六届全明星成员，巅峰赛季场均得分可以达到 29.5 分，他甚至还拿到过单场50分11篮板13助攻。小前锋卡梅罗安东尼 2010-2017 赛季能力值91效力时数据 24.7 分 7.0 篮板 3.2 助攻，命中率 44.3%。 整除 2009-10 赛季安东尼场均可以得到 28.3 分，外加 6.5 次篮板。正值巅峰的他被交易到了尼克斯，尼克斯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安东尼与小斯的磨合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到来并未能带领尼克斯在季后赛上取得突破，而安东尼自己也在尼克斯这支队伍开始走向了下坡。到来已有到17赛季，尼克斯的核心慢慢都撞向了波尔津吉斯，安东尼的出走不可避免，最终安东尼去到了雷霆。大前锋威利斯里德 1964-1974 赛季能力值94效力时数据 18.7 分 12.9 篮板 1.8 助攻 1.1 盖帽，命中率 47.6%。 纽约素以浮华著称，但尼克斯的招牌人物却大多是劳模，尤因如此被誉为永远未长的里德也是如此。论及对球队贡献，里德还超过尤因，在1970年总决赛第七场拖着盘杀的伤腿出现在球员通道时，他的伟岸形象已在 NBA 历史定格。在金牌教练雷德霍尔兹那接掌帅印后，里德从四号位改打中锋，他欢迎这一变革，趁我感觉自己像个新人，中锋才是我的位置，改变的效果立竿见影。尼克斯于1969-70赛季闯入总决赛，那年发生了太多事儿，耶里维斯特在第三场拖入加时的超远投篮，可惜未被算作三分，否则结果可能改写，也就没有里德第七场的王者归来。伤病是里德挥之不去的阴影，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1973年总决赛，尼克斯以令湖人将士抽筋的防守获得队史第二座也是迄今最后一座冠军。一年后31岁的里德被迫退役，中锋帕特里克尤因 1985-2000 赛季能力值95效力时数据 22.8 分 10.4 篮板2助攻27盖帽，命中率 50.8% 效力尼克斯15载。尤因除常现身于全明星最佳阵容和最佳防守阵容外，在总出场次数、出场时间、总出手数和命中数、总篮板数、总抢断数和总盖帽数上均位居队史首位。尤因是乔丹时代的中锋，他持乔丹一年，以让秀的身份进入 NBA 加盟尼克斯队。在尼克斯他11次成为了 NBA 全明星球员，并在1990年入选了 NBA 最佳阵容一阵。他是一个优秀的大个子球员，奥拉朱旺在面对他的时候也经常败下阵来。1993-94 赛季尤因场均送出了 24.5 分，外加 11.2 个篮板，他带领尼克斯取得了东部第一战绩。季后赛里尼克斯一路过关斩将杀入总决赛，在总决赛上尼克斯一度取得了3-2的领先，
但是他面对的是奥拉朱旺领衔的火箭队。随后几场奥拉朱旺发挥出色，还是不时的送出大帽，火箭经过抢七，最终尼克斯败下阵来，尤因第一次总决赛之旅宣告失败。此后的赛季里，尤因依然没能取得一次总冠军，最终这个倔强的大个子选择了退役。他在魔术队效力一个赛季后便退役了，退役后的尤因也成功入选了篮球名人堂，替补戴夫迪巴斯切尔91、伯纳德金89、阿兰休斯顿89、密切尔林理查德森88、约翰斯塔克斯88、阿马雷斯泰德迈尔88、厄尔门罗87、迪克巴内特87、克里斯塔普斯波尔金基斯86、查尔斯奥克利86。全队名单 LAMP 能力依赖排名按能力值高低。下期预告湖人队轰炸机。